我今天帮他分享一个东西，是这个产品我觉得很特别，它就让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不用洗脸，你不用化妆水，你不用前导液，你就可以擦它就好，60秒搞定，不是60分钟。60秒就是1分钟，快快快，颜色把它挖出来就好了。其实它是一个叫早安面膜的产品，这也这两年在日本非常的流行，因为就是呢，因应现代人就是因为忙碌嘛，然后早上赶上班赶上课，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现，早安面膜，你只要60秒。真的不用洗脸，你早上一起来，你直接敷上它。敷的时候刷牙啊，对，敷的时候你可以去刷牙，我干嘛都可以。那你先敷吧，但只有60秒哦。好，没关系啊。好，先把它敷上去，然后你就是这样敷这60秒。为什么它可以达到60秒，就让你不用洗脸？然后呢，也不用化妆水，对，因为它里面呢有太舒服了，然后导致睡着，上班又迟到。没有没有，通常早上要洗脸，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出油，对，它很油，对，它很油，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一些脏灰尘啊什么粘在脸上，对，它很黏，因为它很。它里面有一个呢，西洋梨酵素，这个酵素可以帮你去代谢角质，所以就帮你做了一个清洁的动作，然后再加上它有非常多的保湿成分，所以呢，它也帮你做了化妆水跟前导液的保养。这个品牌呢，其实因为他们是在日本一个做药，起家做药品的起家的一个日本大厂，所以它的这个面膜呢，就是让你用起来很温和，不刺激，因为有一些早安面膜为了让你。赶快 wake up， 所以可能会加一些清凉，凉凉的，让你凉凉的。可是他们家完全不会，它很多汁哎，它汁超多的，水分很，你知道很充足。这一盒里面呢，是当季的吧，对不对？当季，那是一个月份的吗？对，它一盒有32片，它水很多哎，是是是是是，对呀，真的，对耶，好冷哦，下雨了。你知道这一盒里面啊有2瓶半的化妆水的量在里面，所以它非常。那我一分钟以后我要拿下来的时候，我要先这样撸一下吗？要吗？对，要撸，但不是这样撸，是擦的，就像擦的。因为呢，它就很像我们，比如说你擦化妆水的时候，常会用化妆棉呐，对，搭配化妆棉，然后就这样擦拭。它本身就是化妆棉。哦，当化妆棉。而且你敷的时候，没有觉得哎，有一点点清凉感，对。然后闻起来又其实还淡淡的，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柑橘类的营养成分。这些营养成分呢，就是帮你。保湿，也很正确。它很干，不是因为它真的很滋润，而且它的水分好多，不要浪费，全身可以用，对啊，对，全身都可以用。所以呢，像现在应该60秒已经过了嘛，好，我们就把它取下来，然后呢，我就把这个当化妆棉，当做化妆棉了，就直接这样擦拭。你看它取下来，其实精华液很多，对耶，好湿哦，超保湿的。然后我都会这样再稍微拍一拍，而且顺便洗敷一下，它不粘呢，它是用水状的，对，是那种稠稠的，因为它里面有5种胶原蛋白，对，所以敷完摸的话就摸不出我有一个小孩了吧，是不是？真的会，真的会，对啊，好嫩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呢，你就这样子，我就是呢，擦完之后我还会用手再轻轻的帮它抚平一下，把一些岁月痕迹啊，生小孩的痕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看他的脸，哎呦，真的。整个就是有点透亮哦。为什么那么拉提？你看它法令纹，对啊，法令纹整个，它把那个水分灌进去之后，然后又有胶原蛋白让它紧实，所以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好像醒了，可是呢变紧实。对啊，只是敷个面膜，它很方便嘞，而且因为它。它虽然是比较新形态的产品，可是呢，它这一次也入围了我们女人我最大赏，真的，在保湿面膜类里面，我们也很看好它应该会得奖。我们可以赶快下载女人我最大 APP， 投票到女人我最大官网去投票，这个你有机会拿到这个，真的真的真的很好用，60秒，只要1分钟就能拥有紧致又透亮的脸蛋，太神奇了。